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要求呢这两条直线的距离。好，那我就带公式，哦，这系数都一样的，哦，d 就等于多少呢？根号三的平方加上，哦，a 平方加 b 平方，负四的平方，m 多少 ？c 减 c 二，这个减这个，八减负二就是十，所以这是五分之十等于二，答案是二。